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主持人蔡小君。基隆呢，总共有七个区，每一个区都有自己的特色跟人文风情。您是住在哪一区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的中山区。中山区有很浓厚的港口历史故事，还有数不完的美食跟美景哦。还有什么亮眼的建设呢？今天要带大家深入了解哦，为您邀请到四位来宾跟大家详细介绍。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呢，是我们中山区公所的社政科科长蔡水玉，蔡科长。主持人好，大家好。科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中山区和平里的里长张和妹，张里长。主持人好，大家好。张里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中山区德和社区的理事长洪元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洪理事长好。第四位呢，是我们中山区中山里的里长罗雨婷。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雨婷好。好，那我们刚刚说到我们中山区有山有海，更有港口历史与文化，美景跟美食呢更是不胜枚举。我们要请科长为我们做综合性的介绍哦。是，中山区位于基隆港的西边西岸哦。我们坐拥西岸的美景哦，所以我们秘境很简单的密码，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1234。一就是一栋，二就是二炮，三是三塔，四是四鬼弄后家，五是五大庙。好，那一栋就是佛手洞，佛手洞是天然的海石洞，那个洞窟最深处的上方哈，有一个天然像如来佛的手掌印一样的手掌，在那边庇护大家。很多的电视、电影、MV 来拍摄，甚至我们手机游戏都是到这里来拍摄，是非常棒的景点。经常都是冷气开放，非常好哦。二炮就是两个炮台，中山区有两个炮台，第一个是四定古迹的百米瓮炮台。百米瓮炮台它在基隆港西岸的高地，跟东岸的和平岛共同守护我们基隆港门。在300多年前，西班牙、荷兰甚至法国都曾经占领过哈，那占据这个地方。当然都有建设，到目前，日本、现代、我们台湾，总共有五个时期。从百米瓮炮台的左侧哈，右侧可以通我们的那个光的灯塔，基隆灯塔。这边呢，左边可以通往九子山灯塔，是基隆山海散步道的中继点。目前文化局的大基隆历史场景正在整修这个观测台。第二个炮台是我们太白里岸炮台。太白里岸炮台，它是从基隆灯塔的旁边往上走哈，就可以看到。那从隧道进去，它有一个倒 Y 字形，可以看到两个炮口。这个炮口出去呢，就可以看到悬崖断壁，180度的海景完全映入眼帘。那目前我们正在施工中哈，等我们验工完收。验收完工以后，我们就会来开放。那三塔是哪三个塔？一个是基隆灯塔，就是民国1900年就已经盖的。那目前呢，我们现在设置了一个灯塔意向的观景平台，也是可以近可看大船入港，远可眺望基隆屿。那第二个塔呢，是我们国人自行设计施工的灯塔，叫做九子山灯塔。九子山灯塔呢，我们现在也由我们市府来开发一个火耗山的步道哈，依山面海秘境，大家可以来一游。第三个塔，是大德山广播塔，它是教育广播电台所设置的红白相间10层的高塔。如果从海面望向我们的那个基隆港的话，可以看到一支穿云宝剑就在那里哦，所以说非常的醒目。它是我们基隆西岸的最高点。那我们从市区看到我们那个基隆地标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塔就在基隆地标的旁边哈，也那边也有大德山步道已经整修完毕了。那三个塔介绍完了，要介绍四合，喜好家，喜好家的四鬼拢好家。我们中山区四鬼拢好家就是头一个介绍的是复旦路牛肉一条街。其实依照吼，复旦路附近吼有挖煤矿。那有煤矿就会有运煤车，运煤车就有硫磺，硫磺聚集的地方叫做硫磺头。那我们讲着讲着讲着，就变成我们基隆人口中共叫硫磺头啊。硫磺头啊，足出名，一条街500公尺有6间的牛肉面，
你要吃沙茶牛肉面嘛有，吼，你要吃什么口味，搁半斤半肉嘛有，吼，嗯，欢迎大家来品尝。有人到搁较离奇，要有人安街，吼，中山四路那边有一个我们的基隆深夜食堂，宵夜场一定要去那边。我们有凌晨美食余家清鱼汤跟姚家清鱼汤，吼，只要鱼汤点了40块，大米叉才30块，哇，这么便宜啊！然后还加一个那个那个。连给你酱汁啊，还加了一块那个卤油豆腐，100块都不用就可以吃。所以它凌晨才开，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去试试看。一定要半夜，哼，一点以后一定吃得到。那个鱼块是大块大块的哦，哦，然后再走过来就是我们中山二路，中山二路有港埠美食哈，那西岸码头的工人小吃就在这一边哦，那名字都会冠上码头的名称，例如西八码头炸鸡。西八码头肉包，还有西六码头的肉丸，还有六号阿粉的专卖店，阿粉那边的乌龙面啊，打打广告，黑白切，真的是奇妙组合哦，哈，一定要去吃吃看。然后有一个在基隆地标旁边哈，是我们中山二路65巷夜景咖啡餐厅，只要跟着回旋塔往上走，一定会看到我们的无敌夜景。还有，如果游轮进来的话，那个喝个咖啡，吃个美食，就看到这个媲美太平山美食的我们的那个中山二路的夜景跟咖啡，还有那个美食。然后接下来，其实中山区富含着很重要的文化特色，就是我们有五大庙。五大庙呢，有仙洞岩佛寺，仙洞岩佛寺也是我们市定古迹。其实它形成古迹一定是有原因，是因为经过几万年的海水侵蚀，所以它目前仙洞岩佛是我们基隆最大的天然海石洞，又称作台版的古墓奇兵小敦煌哦。它还有一个叫做基隆洞穴一线天，都值得大家去来看一下哈。然后还有圣安宫，圣安宫是我们大甲镇南宫第一尊分灵妈祖。又称狼妈、钢考妈，这在咱李长因遐，所以我留在那边给伊讲吼。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的代天宫，代天宫又叫做仙公庙，因为他所拜的是我们的吕先祖，也就是吕洞宾吕先祖吼。那这个庙它有一座那个天公楼，主开庙个大，历史悠久。而且我们这个代天宫是我们基隆民间最大的。自发性的社教学校，他办了很多社教活动哈，然后在我们那个林本源博士，他的主委是林本源博士哈，他带领之下屡屡获得我们内政部肯定，颁发全国优良宗教团体的表扬。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通淮宫，哦，台语讲做牙公庙，通淮宫他奉祀的是关圣帝君，可是因为他当初在盖庙的时候，小庙的那个。周边哦，蝴蝶飞舞，所以又称作牙公庙，嘛是足兴的哦。哦，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协安宫，协安宫位于好山好水的外木山，它是每年6月18会办海上绕境的王船祭，哈，所以说非常的棒。以上就是我们这个。中山秘境美食密码12345。对，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中山区公所真的很用心，把他们的那个特色美食用12345，让大家非常清楚的了解他们的特色哦。那当然，中山区不只有原本的历史风情，还有故事。当然，这在市政建设的部分也很有越来越多的那个亮点出现。我们要请科长再跟我们说一下，最近有什么样的建设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呢？中山区当然是有很多的点可以开发哈。那最近我们市政府很用心哈，在我们中山的废弃校舍来改建了一个我们的中山区，应该算基隆市最大，然后最棒最新的非营利幼儿园。这个非营利幼儿园在我们今年5月1号就招生了，8月就可以上课。然后我们很特色的是说。为了减轻我们家长的负担，我们免收入册费，我们没有寒暑假，好，然后我们也不限户籍，只要是基隆市民都可以来登记，对，哇，对，非常棒。然后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把废弃校舍整个
改变成最棒的幼儿园，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全新完工的我们外木山的自行车道，我们自行车道整个串联起来，我们在今年的6月3号跟6月26分别都会办理全国性的自行车的活动，到时候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中山区。是，那当然就跟市府一体了。可以看到刚才的这个非营利幼儿园，其实是教育处的，没想到在丰富的文化底蕴下，当然呢就要留下了历史记录哦。针对这个古籍历史社区，区公所呢也特别准备了一套完整的田野调查计划哦。先带大家来看看这一段影片。我们刚刚看到他们真的很用心，他们有棉被的，有茶叶的，而且他们都邀请了我们的安中的孩子来当记者，把这些跟耆老的对谈通通记录下来。我请科长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田野调查的成果。是我们中山区最大的文化特色就是码头文化，然后过去因为我们基隆港带动了我们的那个货运还有航运的兴盛，所以说需要非常多的劳力，那全国的劳力都聚集到我们基隆来，那创造了我们基隆的风华。当然这个因为现在又机器取代了，然后渐渐的没落了，可是我们不能把这个历史遗忘，所以我们这一次社区营造呢，我们就把那个码头文化还有跟着码头文化而兴盛的棉被跟茶叶一起来做我们的田野调查。那我们走访了曾经从事码头工作的耆老、码头工会，还有港务局码头的管理主管，还有民营公司码头业务管理干部，跟我们一起收集、采访、记录早期那个基隆码头的记忆，当然培养这些安乐高中的学生们来做小小记者营。经过记者跟耆老的对谈，然后还有做了码头的地图，所以说整个把历史传承，然后因为早期呢照相机不是家家都会有，所以我们要找老照片也不容易。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透过这个田野调查，我们也把这个所有的成果都汇集成一本书，就是我们的《寻古沉积历史社区》这本书，然后将这个文化这样子传承下去。哇，所以可以看到中山区很用心，区公所他们还做了这个田野调查成果。那当然说到深度各里，每一里都有每一里的特色。那我就记得曾经去采访过中山区的和平里，感觉是来到了世外桃源。我们要请我们的里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中山区的和平里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跟魅力呢？谢谢。说到和平里，大家一定以为是东岸的和平岛，不是哦，我们是在基隆港西14号码头到19号码头一带，吉瓦山店都是和平里。中山山路是本里的主要干道，103巷是我们社区连外道路，基隆唯一公车能行驶的巷道，可能是基隆最大巷，大车、小车都能进来，交通非常方便。和平里是大仙洞地区最重要的地方，日据时期和国民政府时代最重要的基隆港大本营，也是基隆港西岸景点最密集的海景山城，唯有基隆历史建筑文化古迹、宗教信仰浪漫的灯塔，
那我来介绍我们里仁地图，是106年劳动部多元就业开发成果。好，有马子步道、高岩步道。哇，所以步道很多个，还有求子山灯塔。社区景点的介绍。嗯嗯。好，那我们再。对，好，所以这个旅人地图可以详细的介绍中山里、和平里、和平里有什么样的特色跟景点。那另外还有一个很棒的地图，对不对？也在里长的手上。对，里长要打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印象和平里，记载着和平里记录的变化、历史的演变。这是文史记载的折页。让大家看，是哦，所以在这折页里面可以看到以前古时候的一些照片，对。好，那另外是不是还有一个很棒的地图要跟大家分享跟介绍，对不对？现在我就讲我们的防空洞。好，现在我带你们到5号防空洞里面，非常的宽阔。去年全国古迹日会场就在这里，听时光说古迹，还上演防空洞小剧场。还有卫生局在这里举办防空暖暖老歌的音乐响应活动，在那边用餐、欢唱卡拉 OK。图片可以。可以。再往上走，早期很多防空洞就在我们和平里，是砖造的圆拱形的，是日本时期建筑。可看到上方的龙氏根都蔓延都进去了，是增添了它的神秘感。我们社区的防空洞是令基隆最密集的，因为日据时期这里住了许多日本人高级工程师和职员，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建造了许多大大小小不一样的防空洞。基隆殉职纪念碑，这是市定历史建筑，为了纪念日据时期修建基隆港殉职的人员。在92年，港务局有重新修整，开放参观，有剪彩的活动。哦，好，非常的热闹。现在你不能说想哦，日本时期这里称为。曹建秋，日本人将紫港出张所长官官事社在这里，后来国民政府来台改名为高岩新村。基隆港务局也是一样，作为高阶长官事社，建物年久失散，已倒塌，像废墟一样。95年文化局将它列为历史建物，也要谢谢林市长和蔡立伟合力的争取。港务局分公司也投入了5600万经费加以复旧，为了整体的开放，预定工期540天修复完成，以后会成为中山区一大亮点。是，哦，所以它的古迹宿舍也将会修复，目前还在施工中吗？提报说哈，目前市政委积极的在西岸观光廊带一路双塔的。为轴心，同心修直山海步道，串联和平、九仔山灯塔、火号山灯塔、仙洞岩、火手洞、太白、基隆灯塔，三里共同协力合作，构筑一个三里长城，带动西岸观光廊带。这次我也要感谢市长和蔡立伟支持的推动。基隆有三大妈祖庙，东岸有和平岛天后宫，西岸有和平里圣安宫，市区有庆安宫。圣安宫是基隆第一座由大脚镇安宫分灵的妈祖庙，保佑离乡背井的大脚乡民平安。每年农历3月20到22日，妈祖遵守古老的传统，走妈祖步道回銮镇安宫。祈求大家平安，
以上是社区的景点介绍，好山好景好有趣，一个充满活力、自然景观优美、人文景致细腻的地方，欢迎来和平里做客。对，真的是好山好景好有趣哦。所以中山区的和平里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些历史特色，还有我们的文化风情。那当然也被大学端给看见了，经国学院他们就以社会责任 USR 计划来进驻我们的和平里。我们一块来看这一段影片。阵阵香味从公寓新春飘了出来，和平社区内的妈妈奶奶们，人人都有拿手菜，集结起来可真不得了。珍珠丸子，哦，啊糯米里面有那个虾子，哦，还有红萝卜。因为我是先生是湖北人，我已经做60年了，我80岁了。各类菜饭，各类菜，红萝卜、青菜、肉、香菇。啊，如炒啊，用滚水，滚水吼，青菜炒了，啊，放米落去吼，啊，搁炒菜，再下滚水落去。这个是熏鱼、酱油、酒、新香料，新香料就是葱姜蒜，泡几个小时以后，拿起来晾干，要干干的，起油锅，然后旁边放一碗酱油、糖、酒，放在旁边去煎。煎的两面透透的，然后热热的时候放到酱油碗里面，滋润一下，马上拿起来，吹干，吹干了以后放冰箱冰起来，凉着吃，放了一个星期也不会坏。这是年菜，这个是我们社区哦研发出来的一个妈妈90岁的向奶奶教我们的，这个蛮麻烦的，要烤3个钟头了。如何将社区妈妈的拿手菜串联，打造社区特有的美食文化，也可以发展经济及观光呢？经国管理学院休闲观光与健康系向教育部争取社会责任实践计划，串联关键系、参与系与资媒系这3系，结合产官学，要促进社区的观光文化产业发展，同时也增加学生对在地的认同。美食串联起社区的历史文化，尽管社区内一个商店都没有，但奶奶们的好手艺让来观光探访的旅客能尝到道地的创意料理，也开启对当地的历史想象。由经国组成的跨领域教师团队设计相关课程，翻转教育，扩大学习领域，引领孩子进入社区，了解观光文化资产、游客餐食供应与社区文化行销的运作，营造产官学双赢的局面。记者蔡小军，基隆。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和平里面真的非常的团结哦，在教育部 USR 的计划下，找到了自己的特色跟道路。我们要请里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看到那个饼，里长也带到我们的现场来，要跟大家分享哦。要谢谢哈，那经国学院周教授，他也出了一本《登高行野 Q 版的旅行导览图》哈，他在我们社区啊。我们那些妈妈们呢，拿手菜全部都拿出来了。旅行导览图，对，他们做了一些的，还有他们的文创小物，对，这个是我们的阿妈，现在是92岁了，向奶奶，她教我们，我们设计。现在这个是马妈妈做的，啊，这个饼真的是很好吃，她常常说拿到我们。社区去让大家品尝，是，对，所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USR 计划真的是深入到社区。还有他们也有做码头饭，哦，他们也出了一本码头饭，各式各样的便当，我们社区的码头饭，对，还有渔工便当，渔工便当啊，好，谢谢经国他们，是，哇。所以真的很精彩哎！所以妈妈很喜欢他们说到我们社区去，大家都很欢迎他们。对对，我们也开了一门，哎，朱家学堂教导社区妈妈餐饮的制作哈，妈妈们都学到很多，把就在这边图片啊。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经国学院进驻之后，没想到李明妈妈们不但拿出了经典好菜，而且还可以再串联不一样的一些厨艺精进方式，让整个便当啊或特色更加的显现出来。
还有他们的社区为旅行港户教学，所以说要感谢周教授这两年带给社区丰富多元的课程和体验。是，所以还有社区为旅行，所以可以看到USR 进驻，而且还争取到了很特别的社区营造计划。那说到每一个社区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嘛，那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协和里。协和里呢，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编草鞋。在艺术家眼中的编草鞋奶奶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快来看看。外木山下的渔港老太太用爽朗的嗓子以及好听的闽南语诉说着这一道由她阿祖流传下来的手艺。我家己就家己会晓拍十岁就会晓拍草鞋啊咧，家己拍穿个海鱼、板子菜。阮因爸拢好早都爱趁这个食呢，饲囡仔大汉的呢。以前的人除了赤脚就是穿草鞋，有钱人家才穿得起布鞋。至于皮鞋，那就下辈子吧。这个这只是大板椅，啊，这个是草鞋白，啊，这个是草鞋胶，这草鞋做。大家都唔知影讲，迄就是米的草编的草，一节编的这拍折，这不折拍折，这一粒。人讲拍草鞋未补，为人一间厝，啊！就留啊，这草就拿顶当落去，未补啊，较拍嘛一双未无，拄啊遐个钱尔，一双卖两百安尼尔。较早阮是卖一百块，啊，即摆卖两百。啊，看偌久才拍有一双草鞋人啊卖。即卡是阮落海穿的，啊，若行路爱穿安尼。画家王杰将外木山上的炮台与山下的草鞋编织入画，除了纪实，更增细腻的人文景象。哇，这是我们的草鞋文化。那当然，像这样的有特色的历史跟文化跟物品，还有哦，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社区就集结起来。其中呢，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我们的领头羊德和社区了。我们要请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哦，他是母鸡带小鸡，他是旗舰四加一，要请理事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整个综合性计划。谢谢主持人啊。那其实刚刚我们从片段里面可以看到。在中山区的各个社区都非常有它的人文特色。那在这几年的旗舰计划的执行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发现说中山区的各个社区都有它特别独特性的地理环境，还有人文的丰富的一些历史底蕴的存在。那我今天是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啊，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旗舰社区的五个社区的一个串联。那我们知道哈，旗舰计划它是由于一个母鸡带小鸡的这个特性，那其实它强调的就是一个经验还有资源共享的这个过程。那中山区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哈，那中间有一个龙凤山哈，它就横卧在中山区。那周遭哈的形成的道路哈，在我们中山区里面哈，我们俗称海线跟山线。那我们的24个社区哈，里面就有18个是沿着这个海线跟山线串联而成。那所以我们的旗舰计划的这个组成哈，它分布在海线跟山线的四个角落，那也形成一个环状的这个服务系统。那我们这一次的旗舰计划哈，由我们德和来作为一个带头，然后我们串联了通化，还有中兴，还有新建，还有我们这一次新邀请进来的太白社区。那首先介绍我们德和社区哈，那我们德和社区以前叫做内木山哈，内木山啊，它跟现在相当有名气的外木山风景区哈，它位于外木山风景区的内侧，所以叫做内木山。那德和社区哦，它是在中山区里面哦，它是这三十
年来它由于大型建筑的开发，那所以这个人口的聚集都是很新兴的一个人口聚集。那从我们从104年来执行这个基隆市的旗舰计划，那跟这几位联合社区共同来带动中山区的社区福利化的发展。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通化社区。那通化社区它以前叫做刘龙塔瓦，那它的一些过往哈，刚刚我们科长有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主要是牛肉一条街，对，牛肉一条街哈。那主要是它的地理环境哦，它位于我们那个中华路、复旦路哈，还有到外港的这个交通要道，所以它是我们通往外木山的一个心脏的地带。那接下来我介绍中心社区这位伙伴哦。那中心社区以前叫做温州寮，那可以看到哈，就是说它是码头文化的一个心脏地带，也是一个代表社区。那这个温州寮的过往哈，就是因为我们在主港期间哦，有大量的大陆移民哈来到这边，都是温州人，然后聚集在这个山头，那所以称为温州寮。那接下来是新建社区，那新建社区它的地理环境哦，刚好位在于仁爱区、安乐区跟中山区的交汇点。那因为它的里内人口老化相当的严重，但是社区里的里长、理事长十分的用心哦，将这些老人家聚集起来哈，成立了一个千岁团。那这个千岁团的历史哈，有大概10年以上了哦，那它也是目前全国知名的一个千岁团团体。好，那接下来我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年的新伙伴，就是太白社区。那太白社区它的古地名叫做北米昂，那这个白米翁哦，它在我们的一些文史调查里面哦，我们发现它有相当丰富的一些历史，还有相当有趣的一些乡野传奇的故事在里面。那我们希望能够配合接下来的一些一日双塔或者是白米翁的暗炮台的这些活动的推广哦，让大家能够一起进到白米翁社区哦，来去寻幽探古。好，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在山城上面的一个相当有趣的一个社区啊。就是你们可以在里面塞白米，然后它到时候流出来。对，它的一个乡野传奇啊，相当有趣。就是说，在以前，就是在战乱时期啊，因为所有的居民都被赶上了山头，那因为没有粮食，没有什么，发现了这个一个很像瓮的一个石器啊，那它里面却会流出一些白米，源源不绝的白米，然后供给居民来食用啊，这是它相当有趣的乡野传奇。那其实提到旗舰社区哈，我们其实就对地方的文史还有地理的特殊性的这个调查哈，是不能少的一个过程。那在我们这几年的旗舰社区的执行当中，我们也结合了辖区内的学校，比如说德和国小，比如说经国学院，那我们透过这些小学生他对中山区的一些文史历史的调查，然后将这中山区的一里一特色透过他们的手绘啊、素描啊、水彩，然后将这些个历史的场景哦，一一的呈现在它的图画上面。那这我们最后把它制成一个相当丰富的手板。那这些手板目前在德和国小的校长所珍藏当中哦。那在旗舰社区的执行过程当中哦，我们这在106年跟107年，我们也透过文化部的社区营造3.0的这个参与式预算，来作为一个地方的一个议题的这个调查。那我们知道参与式预算呢，它是由公民
来一同决定一部分的公共预算的支出的优先顺序。那在这两年的执行过程当中，我们透过里民的自由的发言跟发声，我们汇集了12个对于里民、对于公民，还有他们对于心里面最想要去达成的这个公共议题的这些方案，总共有12个。那最后面我们透过了全区的投票，来产生最后3个我们一同一致认为最重要的这个方案。那这些方案也成为我们去年旗舰计划跟今年旗舰计划的一个主要的主轴跟内容之一。那接下来我再介绍一下我们旗舰社区的主要的执行方案。那我们的主要方案有在志工培训，还有老人家的照顾关怀，那还有身障跟新住民，还有我们相当最近一直在推动的一些弱势的心理建设这一方面。好，那刚刚有提到我们的参与式预算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共识，就是对于我们老人家的环境、居住环境里面的方便性有了一个很大的共识。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基隆的有一些三边的这些社区它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特色跟重点，就是我们的这些斜坡的道路一边是斜坡，一边是阶梯，这个是在中山区里面相当有特色的一个小路段。那斜坡就是供由机车他去做这个冲山头那一路不能踩刹车就冲上山头，其实相当危险。那第二个就是阶梯，那阶梯其实现在对于老龄化人口它形成相当大的一个困扰，还有老人家的一个阻碍，所以我们因应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们把它融入在我们的旗舰计划里头。那在去年我们就是尝试着将这些地方上对于居家服务跟居家安全有兴趣的这些志工把它汇集起来。那我们开创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课程就是我们在去年执行的这个水电 DIY 这是一个多功能的，然后由长辈来发想它的功能性，它可以按摩，然后可以放平板，也可以去做一些自助性的，就是一个现代版的不求人，那抓养神器。是，那刚刚也提到说我们中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所以我们今年的旗舰计划也特别将这样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的社区防灾，还有到我们因应这样的特殊环境我们为了要提供我们的独老还有长辈他因为年龄的退化或许他在家里他一个人的生活他或许面对到一些简单的一些比如说灯泡吧，还是简单的电器，他没有办法自己去做一个妥善的修缮。那所以我们今年就特别把这样子的一个元素融入到我们的旗舰计划里头，所以我们今年的旗舰计划有一个相当有意义的名称，叫做“星星点灯，扶你的手”。这也是去年我们在就是3年前我们在餐饮室预算里面所得到的一个对于长辈他对于自身的友善环境他最想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改善。那我们今年在旗舰计划里头，将它付诸于实现。以上做一个简略的说明，谢谢。我有点好奇，你们友善环境刚才说的那个阶梯斜坡，你们后来怎么样来改善呢？把手吗？我们先从居家的环境里面先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作为，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其实这个扶手跟灯泡会是我们深入这些需求家庭的一个敲门砖。
那透过跟他的访谈跟对他居家环境的观察，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今年的旗舰计划执行完毕之后，我们透过共同的讨论，将老人家或者是一些身障他的需求，我们再融入到明年的这个更大的这个服务范围。原来如此，所以可以看到德和社区它就是领头羊的计划下，就这样一家一家这样子深入的探访，然后就是最主要就是要营造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居住环境，这也是以人为本的友善居住方式。那当然了，说到了我们的社区，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太平山城哦。太平山城上面有一间太平国小，很多人以前都会说它是那个网军的大本营，但到底是不是网军的大本营呢？我们透过影片带大家来深入了解。跟以前都不一样，以前这是校长室，然后我的位置在进门的这个位置，然后这是以前旁边有一个校长的休息室在这个地方，然后过去接待来宾的地方大概就是在这边有一个沙发区，然后这边是一个会议桌跟老师平常开会讨论的地方。就感觉在这里有些活动，就会觉得说其实也还好，最少他有在运作，不是说把学校关起来。那跟我当初那个失落的想法，就是有比较平衡一点点。我们非常感动，市府它不是只单纯处理到不只是处理学生在学习上的面向，我觉得在整个空间运用的部分，我觉得他没有让这个地方变成闲置的空间，然后反而给予他更多更多的使命跟意义，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太平国小它现在是我们的设计与建筑者之家哦，真的很不太一样。那当然要带大家来看我们在的太平山城，这里那里就是我们著名的基隆地标，那这里就像是地标下的小九份。我们要请这里的当地的土地公，我们的里长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介绍一下中山里的特色。当基隆的小朋友出外求学或者是出外打拼的人，然后从高速公路下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遇到的是港口，然后港口跟大船迎接我们。从港口的左侧望去，我们看到大大的基隆地标，那地标的所在地就是我们中山里。那中山里呢，它由四条主要的巷道而组成，然后其中的113巷是我们就是最著名的观光步道，然后这是通往景观地标的一个主要步道。那其中呢，其中其他三条巷道呢，都各自有秘境跟打卡点，那大家可以来中山里走走。然后比起九份呢，我觉得中山里就多了一点人情味，所以呢，不要怕说在中山里这样串联的巷道会迷路，没关系，就是大家会有很有人情味的告诉你说要往哪里走。那刚刚呢，我们讲到中山里，那因为中山里它中山区它当时港口业兴盛嘛，然后港口业兴盛居住的人多，然后随着港口业没落跟那个首都慈溪效应的影响，那许多年轻人口外移，所以在中山里现在居住的人呢以长辈居多。那中山里是一个山坡地形的住宅区，我们为了让长辈进出的时候呢有一个中继站，
有一个休息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将我们的关怀据点设置在中山里的心脏地带，然后也是我们信仰中心的太平宫的一楼。那大家看到我桌上有这四个立牌哦，然后这是关怀据点的事项服务，然后这个发想是来自于我们刚刚说的信仰中心的主神是土地公，那据点它是关怀长辈，然后守护长辈的地方，那就像我们中山里的长辈觉得说土地公一直守护着他们一样，所以有一个这样的契机，所以我们再把土地公跟就是关怀据点的服务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常常听到说，我们刚刚说长辈比较多嘛，那我们常常听到长辈说啊，家老无老烟啊这样子的话，那其实听在我是在那边长大的小孩，然后听到这样子的话语，我会觉得就是说有点心酸。那所以我在任内这三年，就是很努力的去探索长辈的需求，然后去开发一些不同的课程，那希望让我们的长辈在这中间呢，就是获得优越感。然后侯英雄刚刚假老五裸英，一起播裸英这样子，对。那像我们去年刚刚有看到荧幕上有看到那个山海市集，那我们去年在山海市集，然后长辈们呢在透过集训，然后在市集有一个戏剧跟舞蹈的演出，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成军一个地板滚球队，那这个地板滚球队去年才成军，然后就代表基隆市就到外县市去参赛，获得不错的成绩。对，那刚刚讲到地板滚球，可能大家会对于这个项目觉得有点陌生，因为平常不是我们平常听到的什么篮球啊、乒乓球这之类。那其实这个运动项目，它早就在1984年的时候呢，纳入我们那个帕拉林匹克运动会。那什么是帕拉林匹克运动会？就是我们口中常常说的那个深藏奥运。对，然后深藏奥运，我们在想说，它是一个身障者都可以去操作的项目，那当然就是说它一定是相对的缓和，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项目很适合就是我们英法族群。那近年来在台湾也把这个运动从身障运动然后推动到英法族，然后我们在想说为什么会想说要把这个课程纳到据点。它跟锤球不太一样嘛，对不对？不一样，它是用手推的、哦、对对，那有点像撞球，然后是做保龄球那种，对对对对对对，就小颗的保龄球的感觉。那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个灵魂人物啦，我们据点的辅导员，然后他是第一批的台湾的 A 级裁判。那我们常常在探讨，就是说据点可以开发一些什么过程。那在这中间呢，他提到就是说这个运动呢，不仅可以训练长辈的手脑并用，还可以刺激他们思考，因为有战术上的运用。对啊，那所以呢，那还有一个重点是，基隆多雨，然后有很多运动就不适合，就是因为一下雨就要停止了嘛。对，那这一个运动呢，它对长辈而言是可以，不仅可以在室内操作，还可以坐在椅子上操作。那所以对长辈而言就比较不会这么吃力。那你们都在哪里打？在我们关怀据点。哦。它只要一个像羽毛球场大小的场地，对，然后这样就是长辈就可以去练习。所以你们关怀据点蛮大的哎。羽毛球场，土地公庙的一楼，对，场合刚刚好，是，对。那所以目前呢，就是长辈们他们礼拜二就是有练习的课程。那今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疫情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还是要组队去比赛，希望这次可以对啊，可以获得就是更好的成绩，到时候大家再帮我们加油，冠军哦，对啊，太厉害。然后刚刚有提到就是太平国小，对，那太平国小呢，我们要先说呢，太平国小它在2017年废校，然后刚刚有看到我是太平国小的校友，所以对于废校这件事情啊，让我们觉得很可惜啊，对，那因为那边呢，就是有许多像我这样子的校友，就是小时候的回忆都在那边，那因为废校就是少了孩子，那让整个山头也少了生气跟活力。对，不过回想起来就是刚刚有说还好的是，就是右昌市长呢，他在废校之后呢，主动的把地方创生的工作营然后跟社区规划投入到中山里，那也让中山里的长辈呢就是有机会去接触更多外在的人事物，对，那这样也稍许弥补了就是说社区居民的遗憾。对，然后废校之后呢，我们刚刚有看到就是太平国小的陈建文校长，那我们一起跟孩子有一个
20年的约定。哇，20年哦！20年的约定，我们希望呢，就是每年的在重阳节的前后，那小孩子呢，就是有一个就成立一个太平小国剧团。那我们透过小孩子呢戏剧演出，他在戏剧演出前的准备，要去访问耆老，访问社区的爷爷奶奶。那希望他们在这个过程呢，了解就是地方的故事，然后期盼呢小孩子呢他在演戏的过程中呢，可以就是也勾画出说长辈他以前就是譬如说打拼啊跟儿时的回忆，那这样去连结呢譬如说两个世代三个世代的情感。那我也有对就是让你也下去演了吗？我没有，我中间第一批的时候就是第一阶段的时候有小小就是串场了一下。对，那这样因为我们在想啊，就只要我也有让孩子对这个地方有情感有感觉，他们以后才有可能再回来。那当小孩子回来了，我们才有可能再看到中山里的番景。对，是。哎，那这个演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很感动的事？有没有什么故事？有啊，像小孩他在访问爷爷奶奶，那其实他们刚开始小孩，我们知道现在小孩就是下课就上课上学就家长带着就出门了，那回家就是接着就回家，那其实他跟社区没有接触，那借由这个过程，他们可能会去需要访谈，然后去认识就是社区的爷爷奶奶。那看到之后呢，小孩好像对社区了解了，对，那甚至像我们之前太平国小之前校长在的时候，我们有结合我们信仰中心太平宫，有一个趁着就是娘妈咒绕境的时候，有一个社区的巡礼。对，那小孩经过这样子的个过程，现在大小孩甚至在今年娘妈咒的时候就打电话给我，然后就跟我说我们可以回去绕境吗？对，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会慢慢一点一滴把他拉回来了，对，累积他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感。对，所以就是要不断的活动，然后付出，是接下来就是大家就会再度回来，对，再看看自己的家乡，这是我们期盼的。对，是。好，那可以看到中山区真的非常的有活力，而且有新的创意注入。那我们要请科长最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听说这个外木山的那个自行车道已经整线串联了，那是不是有很多大型的活动都会在这里举行呢？是的，我们外木山是获得全台十大魅力海岸之冠，也是我们基隆最长的天然海岸。所以这一次我们既然把整个自行车步道都弄好了之后，我们有办两个活动，一个就是2021世界自行车日的活动，这个是在6月3号，启动地点就是我们外木山的渔港停车场，然后总计会有8公里，到时候有250人来参加，由行政院院长、交通部次长还有我们的林市长来共同骑带领大家参加这个活动。第二个活动是2021灯塔不落风乐活自行车活动，是在6月26号礼拜六上午8点，这一次的活动是我们基隆市办的，预计会有500人参加，那也是从仙洞国小然后到万里野柳地质公园，整个会有全长有30公里长。那除了这，你是不是要爬坡啊？有，有一段是要爬坡的。大家如果好手自行车好手，一定要来挑战看看，一边欣赏美丽的海景，一边挑战自己的体力，看自己行不行。然后你有没有去骑过我努力当中。除了这两个自行车活动之外呢，我们今年还有一个重大的观光活动，就是百大经典小镇护照。基隆目前只有2个行政区获选为经典小镇，2019是中正区，2020就是去年是我们中山区哦。那加上今年总共2021的30个小镇，所以汇集起来总共有100个小镇呢。从5月5号到11月5号，有这个经典小镇护照的那个集章，那只要集5个章就能参加抽奖，重点是最高是50,000元现金哦。所以说大家都有机会。除此之外呢，我们中山区还规划了10个那个集章点，然后大家去下载 APP 现场去扫描就可以得到现金50,000元哦。大家一定要来哦，来我们中山区公所是其中一个点，所以就是要下载 APP 嘛，对不对？下载 APP 然后到我们这10个点，然后只要去扫了然后拍照上传就可以，
集五个就可以抽奖。是，所以中山区就有设计十个点，有，我们有十个点，设计十个点，对对 对, 對，我们这十个点分别是外木山的海滨线有中山区公所、外木山咖啡，还有海鲜游泳池，我们放在这边。好，外木山的，好，对，然后我们有西岸的临港线哈，从吉利乡吉利堂香铺到五号防空洞，到佛手洞的造型碑，还有洞咖啡，跟我们百米瓮入口意向这边，总共这十个集章处，对，都在我们中山区，欢迎大家来。挑战50,000元现金、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自行车步道完成之后呢，可以大家可以来用走的也可以吧，单行步散步也可以来走走，在防疫期间真的很适合，大家可以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那当然要挑战体力的，那就骑自行车看看，因为我记得有一道很陡的斜坡，要大家要挑战一下骑上去。那当然最棒的是还有这样的一个大型活动，就是百大小镇集章活动，要记得去下载 APP， 然后只要走我们的中山区扫描之后拍照上传，只要五个就可以去抽50,000元的现金，所以大家可以来试试看。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四位来宾，因为我们在中山区当中可以看到基隆的历史还有创新的力量，不管在建设或者是景点都有浓厚的人情味。刚完工的外木山自行车道，有空的话邀请大家一定要来试试看，来感受山与海的美好。谢谢四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了。1966，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您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200元，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这很棒哎，谢谢。吹蜡烛吧，来，好，我问你，走，小心要小心。明天。协助，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都一一得到了帮助。现在，我就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喽。这样就好了。对啊。哇，都给你帅就好了。其实啊，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那会不会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当然啊，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是哦，像是造假的网址及 APP， 还有网络病毒啊、密码外泄啊，这些啊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所以使用行动支付就像交朋友一样，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爸出院后该如何照顾他呢？别担心，回家后的长期照顾我们来帮您安排。长照出院准备服务，评估您家人出院后的照顾需求。出院三天前完成评估，连接长照服务，像是居家服务、居家护理、居家复健、简易生活辅具租借等等。符合资格者回家一周内就可以得到长照服务。长照出院准备服务，安心出院不担心。